大家好，我是带路鸡。既然这么专业的表演，就必须要请到我们专业的评审来回答，来讲评一下。那我们有请简少豪老师来为我们讲评一下。喂，好，就是，但他不见嘞。抱歉。好，就是我觉得你的声音很适合唱这样的歌，但是，就是会比较听起来感觉没有身体的支撑，所以可能像是假，你要很多要转假音的部分，或者是尾音的部分，它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。对，那它又比较难唱，它又有蛮多是可能介在你要真音跟假音的领域，那你要一直去转换，所以可能在练的时候要把你想要转假音的字圈起来。然后用比较整体的感觉去设想一下，你要怎么去让他情绪是有起伏的，不然现在听起来也比较平。对，那不过我觉得你的声音是适合唱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多练，然后多用身体去唱歌。对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评审，谢谢。好，那刚刚
故事讲哪里？不知道。